己就不要这样嘛，今年的第一胜哎，很重要哎。OK 哦，来。全场一起问。先请我们今天的幸运的球队朋友来颁发今天的单场 MVP 给我们朱董周思齐。好，当然我们今年球季的 MVP 啊，哦，除了我们这个奖杯之外呢，也我们另外一位哦，对，我们一人在一边，对。好，来，先看我们前面的镜头。好，小强，你一样看在前面哦。OK 吗？好，谢谢，来谢谢我们的周董周思齐。哇，对，好，来思齐，来这个牌子先给你看一下。对，这个呢，今年球季呢，我们的单场 MVP 都可以获得我们送耳所提供的耳机一指，掌声欢迎，恭喜你。好，来我们球迷朋友啊，往旁边稍等一下。好，来，首先在这边呢，要先的周思齐，今天呢。今天思齐呢，今天的第一次的全垒打是他生涯的700分打点，再给他一个掌声鼓励。哦，当然双响炮也是个人的这个生涯第六次的单场双响炮，可以说是非常不简单。那并且帮球队拿下第一胜，先谈谈今天球季，我想在思齐应该也算是球队的老大哥了。那这边呢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跟着我们小老弟这边一起成长？思齐是不是也跟我们先分享一下？身为球队的老大哥之一，那就是尽全力帮球队拿下胜利，啊，做了一点好榜样，然后把胜利献给所有的球迷，谢谢。好，那当然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想要请教思齐的是，那其实呢，我们本周啊，我们本周的这个六日是我们的微助的迎队周，那我知道其实我们思齐跟微助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，对，那这边呢，我想。这个思齐是不是也简单跟我们谈一下微助，并且啊，这边有没有什么话祝福我们微助的啊？那当然要感谢微助学长多年对我的照顾。那希望他隐退的之后的时间能够更顺利更好。那他球场上的林太太，我就帮他接收了。那变成周林太太，谢谢。好不好？好，思齐真的是非常的幽默。好，没错啊，希望各位呢喜欢我们林威助，也可以喜欢我们周思齐。好，那当然最后呢，今天是我们今年球季的第一场主场赛事，现场呢，我总共有进了18,165名的观众朋友。我想今天的球迷朋友真的非常热情，当然输一老弟也拿了把哦。当然思齐今天双响炮，最后呢，有什么话来跟我们球迷朋友这边说一下？作为一个资深的项目，我相信现场也是。那有很多事情，那很多难关，我们就是一直这样一路的过来。那有着黄色协议的我们一起加油，谢谢。耶，再次谢谢我们今天的颁奖来宾朱董周思齐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请我们思齐来帮我们签一下我们的签名球。好，也请球迷朋友，我们这边稍待片刻哦。
一下。